假装路过门口的街等待遇见，哇哦哇哦还算仇富，哇哦酷哦，这样每次遇见都更加耀眼， Be a girl out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出现，所以想引起你注意，努力每天也要练习， One day two days four five six 直到对你说 Hey Hey Already say hi boy don't let me down Already say hi boy don't let me downSay hi, boy, don't let me down. Already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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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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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Already sa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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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哟，黄甫，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来？快上车。怎么了？不知道啊，刚才还是好好的，怎么动不了？快检查一下，快点，快去。哟，黄甫，车坏了。怎么了这？因为我要赶直播哎，赶不上你吧？最近还没车，那怎么办呀？要不然你跑路去吧。哎喂，你在哪？哎，我车坏了。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跑过去，一定能赶上。行，我找。哎，进度怎么样？撒谎不了。对啊，你赶快去安排打包间的事。定好人员调度，千万不能出错。都是你安排的吧？你猜。这种伎俩会不会太傻？这只是刚开始。好戏还在后头，到现在你还不肯放过黄甫？你错了，我要对付的不是他，而是你。我觉得你应该感谢我，你的生活要是没有我，怎么会这么有乐趣呢？乐趣？
如果有一天我突然消失了，你的生活恢复了平静，你会不会特别想我？行了，我等着看好戏呢。你这么玩，对吧？我爱怎么活就怎么活，这是我的自由。我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好，那你慢慢玩。老大，你终于来了，还有15分钟，赶紧去化妆。化妆准备，化妆准备。好，现在准备啊，马上就要开始了。来，我们一号机试一下。好，来，灯光老师，谢谢。来，我们第一个开场舞有灯。好，准备的怎么样了？啊，差不多了，都好了。差不多是多少？就少个五折。啊，好，一定都搞定，都搞定。黄埔那边怎么样了？报告，黄埔正在化妆，还有5分钟。直播还有5分钟，大家怎么样？哎，怎么停电了？又怎么了？快去检查电路，怎么着？现在帮我联系广告商和电视台，在节目播出之前增加广告时间。好的，婆婆，你现在到台上去准备，待会儿灯一亮，节目就开始，你们都别乱。行，我先马上回去的。怎么样，满意吧？可以。为了这次节目，你搭进去了不少钱跟不少关系。你说，要是节目没做成的话，你的钱跟关系不就白白打了水漂了吗？宇文有天，你总是这么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你知道这个地方是谁找的吗？是我。特地为你找的，你以为你下面的人玩得过我吗？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一切还是可以停止的。你说什么？我说我让你现在求我呀。我就喜欢看你向我低头的样子。不知道了。怎么样，想好了吗？你以为就这些就可以了？我告诉你，根本没可能。你在吗？在。好，各部门准备，15秒倒计时。好。5、4、3、2、1。你的邮箱里有一份名单，你去给我查查，王府参加的那个真人秀是谁牵的头，中间经过几个人之手，那份名单里跟这件有关的人都给我查出来。嗯，好，我现在就去查。
等一下，丫头，我能信你吗？当然。去吧。哎，我跟大家说个事呗，今天啊，我有点不开心。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好热。但是你们大家如果能给我送点礼物的话，哎，那我很开心起来，好不好呀？哎，好，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礼物。啊，这都看见了。啊？我这做直播呢。哦。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我最近手头有点紧，你借我点钱。不是才发工资吗？你懂什么呀？我这泡妞要用钱，你要那么多钱干嘛？我也要买东西啊，这儿东西这么贵，我舍不得买。啊，别说了，是不是哥们？是哥们你就借我点钱用，别磨磨唧唧的。你不直播还可以挣钱吗？直播能赚什么钱啊？我就图一个乐。大家别听他乱说啊，他都是瞎说的。你这个月就500块钱，拿过来，把这个号给我封了。啊？封号？那礼物不刷了吗？以后这个男的再出现的话，就给我把他的号给封了。好的，明白。我跟大家继续说啊，就是那个事儿。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去上班吧。什么情况？我这号给人封了。你再不走，我们要迟到了。你等我啊。你不走，我走了。玩我呢？圆圆，你男朋友又给你买礼物了。这些东西帮我退回去，我不要。啊？上车。干嘛？我车坏了，得去修车。先陪我去修车，你的车不用管了，我找人帮你修。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上车！又不是让你赔修车的钱，别让我改主意了。上来。你没事吧？没事。要不这样吧，我这儿呢有些杂活，你来我这儿替我打工，一个月给你1万。1万？怎么？就是晚上来，早上还是做你自己做的事？就
晚上工作，一个月10000。对，就这么说定了。你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只要你做就做。但是咱俩又不认识，你为什么让我给你工作？哎，我们不是修车吗？怎么开这么远了？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南山。什么？南山？那不是埋死人的地方吗？哎，你倒是说话呀！哎，你再不说话，我跳车了。你跳吧。等会儿啊，你就知道了。是要带我去哪儿啊？别忘了，跟我走吧。这人好年轻啊。弟，最近忙也没来看你，这次来呢我带了一个人，他跟你很像，真的很像。弟，你是不是埋怨哥？一直以来都没有好好照顾你，直到你走了，你想完成的心愿都没有达成，是哥的错。我知道，哥一直想弥补，想为你做点什么。什么都做不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能知道哥有多难受吗？现在出现了这个孩子，我想把他当成是你，让他替你活在这个世上，好吗？你要是愿意，就把答案告诉他吧。过去了这么久，他一直在。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很单纯，跟你一样，唱歌会走调。这边呢，是他很小的时候喜欢来的地方。爹，先走了。
下次再来排队。活在另一个的世界，他也因为了你勇敢走出从前，直到他们又相见。没事吧？我们快回吃饭去。喂，小乐啊，你会不会开车啊？算了吧，嗯，没事，再见。喂，喂，光光，你在哪里啊？肖哥啊，我现在在南山，嗯，你会不会开车啊？我会啊，怎么了吗？嗯，可不可以麻烦一件事儿啊？你过来一趟行吗？好。那你把定位发给我，我现在过去。嗯，好，谢谢，再见。你的东西，是你自己扔还是我替你扔？干嘛呀？干嘛？你真扔啊？还不快滚！还有没有廉耻？你什么你？这里是我家，还不赶紧滚！哎，你开门，让我把东西拿走。什么东西啊？你去楼下捡不就是了？我那些手机、电脑什么的不能丢。还有，你不要碰我那洗衣机。我就碰，怎么着了？关我屁事！哎，你这个疯子！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叫你不要碰我的东西，你怎么这样子啊？你这个人啊！哎，肖哥，怎么回事啊？我朋友生病了，然后我又不会开车，能不能麻烦你开车把我们送回去一下？那好吧，赶快上车吧。
去了这么久，他一直在想念你爱的那首歌，他还没唱完全。他看见你的脸，想看见他出现，你和他之间已分不清界限。他不愿让你一个人独自过春秋夏冬天，他不愿让你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心愿，他不愿让他一个人活在另一个的世界，他愿意为了你勇敢走出从前，直到他们又相见。